我今天会来是因为我的小孩还很小，那我很怕老，因为跟他在一起，我怕我就又垮又什么，马上有姐妹会毕业典礼，你说你在一起哦，真的哈，所以我要抗老。就是让我看起来永远不要跟贝克宇差38岁，因为我38岁才生的，好吗？对，所以要永远要保持最爱，而且我老公又比我小，他每天都在看空服员啊、秘书啦，然后一回家看到一开门，哇，老婆，就因为胖了嘛，胖了就看起来比较老。老师可以救我吗？教我吗？其实那个佩仪姐啊，因为还蛮常来我们节目的，我们也介绍过她很多，就是还不错的商品。对。可是我今天我都有乖乖的擦。有，我今天想要跟佩仪姐推荐一个，她其实它是面膜，但是它是泥膜，可是它是一个有美容仪器的泥膜啊，就有一点特别。你先来 ，OK， 好。听起来很专业，嗯，帮他选的这一套是呢，嗯，可是名字就很厉害了，逆龄，你要的逆龄面膜达人赏，这个呢就是所有我们这些评审选出来的这一次的产品，面膜的效果也会很不错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听到这个很厉害，哇，什么？创办人他的研发者很厉害，而是好莱坞巨星马丹娜，他跟这家公司一起研发的。我们一边敷一边解释好了，先给大家看他长这样，黑的哎，很稠。这要多久敷一次啊？一个礼拜1到2次，冰冰凉凉的。然后泥膜通常都是要等它微干的时候去洗，对，一定都是这样用嘛，没错，它不用洗。不用洗啊，他的姐妹呢？那一只棒子就要出来了哦，把它刮掉，也不是刮，不用碰到，因为你知道，当年纪比较大的时候，我们脸上呢越多的拉扯，越多的刺激都是一种伤害，所以佩仪姐来讲呢，我用磁铁把它上面的膜吸起来，那要等它干吗？不用等，因为它是来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蒙特卡蒂尼的这个呢泥膏啊，它是永远都不会干。那我们在家要敷多久就要吸了？3分钟就可以。3分钟最好了。我告诉你为什么呢？它不用水洗，然后洗完之后你皮肤还会很有亮泽，因为它除了这个泥膜之外，它里面还加了比如说维他命 C， 然后呢一些保湿成分，好舒服啊。然后当你在吸的时候啊，这一支它是一个有磁性的美容仪器，所以它里面呢是有带有磁力的，然后你看到的泥呢很特别，它把泥呢包覆了一个磁粉在上面，所以当我在吸的时候，我会把泥跟脏污一起吸走，可是美容成分留在皮肤表面，那等于皮肤里面的脏东西也都会被都会吸出来了。那记得吸的时候要由下往上吸，因为呢有磁力，所以当你在拉的时候，在吸的时候就是做拉提，然后稍微离皮肤一点点距离就好了。所以你看啊，我要吸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好吸起来，好棒哦，完全没有拉扯，它就是完全这样轻轻的。其实我大家看不到，我吸也是有点隔着好玩啊，为什么可以那么好玩？真的，好酷啊！我吸走了，特别啊，好大概的洗完之后呢，你看，吸起来，对啊，我知道，不会讲这个感觉，就是很疗愈啊，好玩哎，好酷帅啊！哎，怎么像一朵花？然后我就用这一面干净的，把它那没吸到的继续吸，就是很好玩呢，好舒服哎，我觉得好神奇啊，好特别啊！佩姐，我们两个一起去买一块，好好好，因为这样子，老公回来之前哦，前3分钟先涂一涂，吸一吸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又省时，哇，哇，这太夸张了，眼袋、法令纹都没有嘞，真的哦，眼袋好玩对不对？这样就好啦，哇。面膜又省时又方便，而且脸真的变超亮，法令纹跟眼袋也不见了，真的是很棒的抗老神器。